我尽量吧。我们八位成员一对一进行对决，双方只能用疑问句来进行对话，就是你的每一句话必须是问句啊。吃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好吗？就是要合理的对话，合理的对话，不能硬。就是我问你吃饭了吗？你要回答我什么？你觉得我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都可以。哦，还有逻辑要跟得上。那你们随便问我一个，我就你觉得怎么怎么吗？你觉得怎么怎么吗？哦，对，比如说，你觉得你今天这些案子写得好吗？你觉得我写得不好吗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这不就只要是杠精就好了吗？你管得着吗？这双方互相问，然后两两对决，获胜的那个成员可以积三分，就按坐的位置吧。我们从凯哥深深开始。你觉得白鹿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你觉得他怎么样吗？我不知，我知不知道呢？差点儿秒死。你该不该知道呢？你觉得呢？你从哪儿知道的呢？快点说，我不知道呀。我淘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玩了。来，因为这是第一局，就当试验一下啊。重新来，还要羞辱一遍啊！开始。你热吗？我知道啥呀？你怎么不知道自己热不热呢？我怎么能知道自己热不热？穿没穿衣服自己不知道吗？穿没穿衣服你知道吗？穿没穿裤子你都不知道吗？穿没穿裤子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回答问题不太合理吧？有什么不合理的呢？你就完全顺着我的回答重复一遍啊！我没有顺着你的重复一遍的吗？我没有顺着你的重复，怎么了？淘汰，淘汰，复活，复活！所有的人下车都是我不想活，复活，复活，复活！下一组，还玩？来下一组吧，这组深深胜出了啊！我告状。深深太厉害了，深深太厉害了。开始啦！来，开始啦！你今天有黑眼圈吗？你看我有黑眼圈吗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我这个黑眼圈遮得很好吧？那你觉得我有法令纹吗？你觉得我没有法令纹吗？沙哥的法令纹比较重吧？比较重吧。沙哥法令纹应该没有陈哥的重吧？陈哥的头发好像快没有了吧？我陈哥的头发，你们俩绝对不能再复活了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俩赶紧 out。这个游戏玩的到底是谁啊？他俩一直攻击别人，淘汰他快！沙哥现在心情应该很不好吧？也没有比陈哥的好多少吧？不行了，淘汰！我淘汰。好，白鹿接不上了哈，未必胜出。你咱俩来吧，我们俩开始吧。啊、哦，那我先问啊。啊、哦。想我了吗？想我了吗？妈呀，这么油腻，上来就这么油腻。这是战术，你行不行？你要问他你需要洗洁精吗？那你需要洗洁精吗？我需要洗洁精来爱我吗？你这么缺爱吗？你觉得我看着不缺爱吗？你觉得自己是缺爱了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是缺爱了，你觉得呢？这是两句话，这是两句话，中间有逗号是吧？这是两句话啊、哦，我们要完整的一个问句，再给次机会啊！哎呀，那你到底要爱上谁呢？你觉得我要爱上谁呢？我觉得你爱上了谁，她都应该是个哈密女孩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个问句问得很好，你这个，你这个问句问得很好，问得很好，你这个。复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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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扬，得到了肯定，得表扬。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是你肯定自己复活，我淘汰了，淘汰我。
他来我这儿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大哥的孙怡，孙怡想问吧？想我了吗？哎，你看他的眼神。而且他抄袭了我的问题，对，这属于抄袭问题，不能怪。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啊。手心都出汗了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咋回答呀？我能喜欢你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能喜欢你吗？这咋的？这不对吗？对，对啊，这好卑微啊。先淘汰他，再互换他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那你先问吧，傻哥。想我了吗？你来跑男高不高兴啊？你猜我高不高兴啊？我猜你高兴啊？你真回答，我赢啊！淘汰吧，淘汰吧。淘汰，傻哥，这不是问题。这一轮胜出的就是孙怡。告诉我，这一趴给我笑醒了。沙哥开心了吗？沙哥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这会儿挺好笑的。这边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？喜欢。也喜欢。哎呀，这个挺简单的。以我以前看节目的感受来说啊，这么简单就把我放在第一个，是不是会和眉毛最淡、最老？你信啊？这还是看完说这个简单啊？啊？跟我俩有关？老沙跟凯凯之间犹豫了，这能并排吗？我俩是并列的。并列啊！你这折耳根你不喝都不行，我跟你讲。那行吧，那行吧。对呀、啊。我们仨一样吗？你太随意了。这样吧，周顺哥，我跟你比较熟，我可以把你放最后吗？什么？这样吧，我当最后，你当倒二。周深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我觉得会不会是撕名牌啊？力气，力气只是其中一部分。体能，确认吗？确认。不确。我们猜错一把，他获一次惩罚。不确认，不确认。我觉得应该是颜值。这你了解到谁坏了吧？眉毛头蛋大奴，这是眉毛，你看，你看，对对，你看，周深，你看最深，哇，这也很深，这个眉毛最大。周深排最后，我知道身高。哦，很合理。那凯凯在那儿有点是不是勉强？有些勉强。那范丞丞在中间也不对呀、啊。第一题放过他吧，体能。正确的答案是运动能力最强。啊，运动能力差不多，差不多嘛，基本上是回答正确。但是程程在第四，我觉得你应该把它往前吧。但沙哥放在第三，我是比较。你忘记了跑男那期的攀岩吗？我觉得如果这个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他可能得放在这儿。我告诉你。居然是不相伯仲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跑男最不运动的两个人在这里。对。但这两个人证明你很有礼貌啊，这里。我严重怀疑老沙在你这儿充值了。那接下来请六位来我这里看一下下一题吧。这个怎么排啊？这个我觉得
我要自告奋勇一下，我觉得我差不多。谁呀、啊？我。你哪里呀、啊？不是，他分很多类型，你这么排人就猜不出来呀、啊，这孩子。他胆儿大。他胆儿大。你行了吧？你干了吧！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我没听见。干了吧，你！我是可以没听见的。哎，他没听见，他没听见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直接他俩，他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任务？快提吧，他是不是有任务？他直接说了。我们后面还有浓度更高的折耳根。给他。你别拿，你就把折耳根拿上来，让他嚼了。上惩罚。别，我这不是有意的。给他上折耳根汁，不要其他的。哇哇！别！别！我。快！来，这杯跟这个就不一样。别！我这个原谅我，我不是有意的。这不是有意，真不是有意的。你再透题就是不透了，就是折耳根汁里边加片柠檬。我都不去那儿，我都不去那儿。你的回答是最胆大。啊？错，这都错。你刚才透题都给你了，错了，我真保不了你了。正确答案是胆子最小。来，这玩意儿你把它喝了吧。也不把咱俩也撇清关系，不是最胆大吗？他刚说的最胆大呀，他所以把往下放嘛，反过来就最胆小嘛。没有味道呢？啊，还是没有折耳根味吗？好喝吗？我今天是味蕾不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咱们昨天晚上泡的有点晚了，这样咱们。把那个折耳根现在放点水打碎了。